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明朝长离伴星杀疯了明朝 1.2 送相裡要角色没门。明朝 Miyou 拿着清榜要把明朝打趴了，果然好戏还在后头，三个消息，流水远超预期， 1.3 策划要刀长离。一觉醒来，明朝的长离伴星剧情是最新最快刷屏且热度置顶的，剧情依旧是爽文，但更偏向甜与腻文案。我们漂泊者还是正十指相贴成为了绝唱情景，而长离已成了李飞。起码按照看到的舆情评价，玩家给了极高的赞誉，长离伴星任务真的杀疯了，特别是最后那段是继寒月简直神中神，不知宝杀隔壁那 4.8 剧情多少条街，也难怪会对比，毕竟隔壁的风波闹得有点大，明朝又在这节骨眼上线辞职，舆情与针对根本是难以避免。但在剧情上没什么好说的，明朝好评果然遥遥领先，这毫无疑问是值得庆幸的一幕，因为明朝的剧情基本不再出现雷点，也知道玩家的喜好点是什么，那么别人想硬挑毛病就容易被朝友删回去。毕竟这次伴星任务在这边已经吹爆了，你若想乱踩就看大家的二弟答不答应。我们也看到社区与平台给出了剧情观感后，就推出了新的封面，某站已经反攻米游环境了，正逐渐上阵的热榜，海外主播魔幻欢腾发了一则又一则的推文。因热度的影响，不跳过剧情观感更好的建议居然得到部分玩家的认可，挺罕见，甚至呼吁官方游戏里天色自由切换男女漂泊者的声音异常的高涨，因为有不少玩家是想使用男漂泊者体验剧情，那样代入感更强。你不得不说此次长离热度与剧情是成功的在二游圈杀出的佳话，良品的话题标题。那么此次的长离伴星你磕到了名，是普通是佳作还是神作呢？另一方面，长离的强度问题也被推到风口浪尖上，尽管在攻略区与商单里一片大夸长离的强度美，建模精美度上还是必抽取的角色，但沉默是大多数，从社区留言串与收集看仍认为长离的强度合格但不高，长离只有合轴当手法的玩家才是高强度出路，无法给到令人轮椅的体验且缺队友，简单说就是强度没问题，但是这角色手法战模太厉害，会不会戳连招差别很大，不会戳招就只能跟暗族一起丢摔炮了。严格来说，长离略强于纪言 0.8 倍与金熙，因为长离可以合轴，纪言 Q 技能启动 ，X 玩家可随意抽丰满，强度玩家也可抽不亏。最后是长离时首天第一波流水预测排名，向阳弧度不算高，来到了榜中18的位置。考虑到是长离的热度，以及早上10点开池的限制因素，下午30与60的流水峰值可能继续上涨，就是不知道能否超抖。但按照目前的热度趋势，超抖存在着可能。之前内疚门对折之与向里奥的爆料时，一同还附带了一条杂糊消息。1.2 版本的相里要可干可送，只是这几天内疚的口风又转变了，他们说明朝不会送相里要啊，不是有解包数据怎么又不送了？反正按照新料的说法，这是之前部分账号的造谣，要警惕。据说好吧，是听说，图一乐就行。一次官方对网传免费送相里要的视频进行了举报，要求下架，反正不少视频是被引锁了，因为部分玩家的擅自期待擅自破防，新的节奏与争议是难免的，影响也比较大。即使是知道假的不确定的，也想通过冲对舆情给官方压力，把其变成真的，不送也得送。所以反馈与吵闹很多，慢慢席卷了社区，给客服反映的投诉也多，要明朝解释或者回复。A， 之前明朝的网传节奏这么凶猛，现在又传出新内幕，不知道最后如果真不送相里要，玩家什么态度？完全个人看法。这些爆料的消息本来多是烟雾弹，出口转内销再转出口再转内销，看看就好了。正常情况下游戏是不会去送当期 UP 角色，当然靠顺风超鬼逆风超神见过很多例子了，有时候靠难免不会再出现让人惊叹拍案的运营方式，但也别抱大期望，角色送就练不送就算了。而官方消息本来就没有明说过，自然没必要回应，哪怕是被吃了内疚，站在官方的立场上也没有什么错，因为测试服肯定是签了协议不让外泄消息的，即使是看到的是数据解包，但最终解释肯定在官方，更何况未上时装，测试服的存在就是为了修改优化试错。至于不送还把活动放解包里，最早是内鬼鸟窗哥爆出来的，站在玩家的角度看，猜测方面目的或许是为了对抗绝区零和原神的塔版本，注意这是我们的猜测，结果米桑不争气全线大崩盘，导致现在送不送都不确定了，所以谨记两个擅自一个退路吧，会是有点浓了，因为这句话是嗨的梗，但是多少有些道理的。明朝事态闹了些新见闻，但看看还是挺有意思的。圆崩绝流水大滑坡，饭圈涌进的明朝最近的闹腾，一件接一件，真是让人眼花缭乱。明朝至少有两件事情在发生，
第一件事，网传改口风，按照内疚们的心料，因为隔壁绝区林与原神近期的拉胯，明朝有点飘，1.2 版本的相里要就不送了。但考虑到之前披露将送相里要还是数据解报出来的，他们的说法就是明朝完完全全被吃了内鬼爆料，加上货不对版在玩家之中落下了骂名，部分内鬼很不舒服，所以目的明确以难火势。 1.2 的相里要又是一个轮椅人，强度和近期差不多，已加强，真不真实我们不知道，但他们的战绩还是有的。 1.1 版本第一个卡池信息就是他们披露长离的加强数值，也是他们放出战绩的影响吧，让玩家特别的焦虑，节奏酝酿的可能在增加。网友不止一次说过，游戏里男膨胀女一子忍整这一出，扣还是嫌流水太高了。龙凤池刚有破圈，明朝口碑在上扬，这关键时刻可不是惦记自家男角色的时候啊。近期连原神与之那边的小道消息都有传出，他们后续版本将出更多女角色，大幅度减少男角色时，可别正义的调侃的那句话，顺风不会打的，半死不活才是好扣啊。欸，现在的明朝舆情折腾可不少，再翻涌大浪是大可能把船砸翻。之前的热度问题，官方没立即追责霍元成泄密的疏漏，现在可能要吃到苦果了。因为相里要不送也得送的风波正在越演越烈。第二件事，明朝清榜事态有些泛滥了。7月下旬，整个游戏环境最大的焦点，毫无疑问就是明朝在 iOS 商店排行榜被清榜了。围绕着近乎40小时没恢复数据的特意清榜事态，朝友和Miyou一度发生激烈的互成摩擦，一边认为大概率是数据异常造成，不要轻易下定论，等苹果官方的说明；另一边认为是自冲行为，给你直接盖板了，怕明朝官方的公告，谁都有反驳的理由，社区一地鸡毛。但很快一个好消息传来，按照大主播棉花今早的26日说法，算是得到部分内部消息，外服有个区的明朝数据被苹果后台误判，所以在进行修改回调，需要一定时间恢复。起码说辞算是临时性的定论，也解释了为什么全球清榜。明朝只有两个服，一个国服，一个国际服。国际服苹果平台是提供各地区的下载的，所以别看环大入清榜这么夸张，实际只是国际服被清榜。这是近年几个全球同步上线游戏才有的问题，可能跟发行流程有关吧。全平台同步，明朝、幻塔、原神、绝区零、崩铁这几个游戏都有此隐患，海外所有地区共用一个 iPad 的一个包体，等于连坐一个地区清榜就会环大陆清榜，是个罕见事了。折腾了这么长时间，玩家都针锋相对了，但两边的官方都没出面给个说法，确实让舆情不断翻滚，不应该。尤其是米赞这次相关视频底下的部分玩家们已经开始狂欢，坐实库洛黑卡自冲，让节奏上了一个坡度，着实让人大跌眼镜。不过明朝或靠后不着急，也没啥动静，多少在说明不是什么大事，明朝可能要刀长离了。别以为不可能，因为最新的推文出了内幕说法，而且之前明朝搬来站桩的文案策划就场，依靠传统也就是站桩那边执笔文案，老做派了，看谁麻辣就刀谁的事情，可是轻车熟路了。7月30日，我们看到一则取图文，其内容说明朝的实际流水收益已经远超期望值，并成功吸引到了投资方。 1.3 版本之后的角色预计剧情打算重做，剧情不放不输 1.1 版本。另外已经确定后续剧情是有牺牲的，甚至会去刀进卡池的角色，但吃瓜群众直接晒出一句话，捕风捉影没谱，什么意思？除了不知道真假也不愿相信。如果 1.3 全部重做，按照首尔的制作流程， 1.3 半年前就基本全部完工了，现在都已经 1.0 大版本收尾阶段了，工期赶不及，花费巨大，确实是这个理。当然也有玩家愿意相信，认为长离的蓝命论已经在半新任务重塑造完成，被刀的话概率很大是他，不过能复活就行。明朝在外网有了热度，但也起了些骚动。反正在这个周末，当朝友都在讨论 1.2 版本的福利，都在等待手按人的新料时，外网的社交论坛一则明朝脸模被评价一致，重复使用事态遭到了公三推。公三推什么意思？就是遭到了舆情攻击，因为节奏推文评论被删除，但是热度过高被人不当转推。我们粗略的看一下最新话题，外服玩家还真是别有角度。在推文中，他们对比排列的说，尽管我们披着原神的角色建模，大多数都是重复使用，但明朝所有角色的脸模都是使用同一个，这也算是一种敷衍。请注意，这是外网的瓜事，最后的敷衍更多的是打趣，并非贬低与诋毁。如果说这是要起节奏，对也不对。说对，确实很多外网玩家参与进来，已经鲜有热度了。短短半天时间，120万次的浏览量让人惊叹。说不对，视频下取乐心态的玩家更多，就像是把找到不明显细节当成了乐子或考究，进而科普了些不必要的知识。例如，
通用脸部模型几乎是所有游戏厂商的做派，不可能做一个角色就新建一个模型，直接用通用模型改更方便更有效率。这种不仅是减少工作量的方法，也是确保一致风格的方式。如果说这是要起节奏，对也不对。说对，确实很多外网玩家参与进来，已经鲜有热度了。短短半天时间，120万次的浏览量让人惊叹。说不对，视频下取了心态的玩家更多，就像是把找到不明显细节当成了热值或考究，进而科普了些不必要的知识。例如，通用脸部模型几乎是所有游戏厂商的做派，不可能做一个角色就新建一个模型，直接用通用模型改更方便更有效率。这种不仅是减少工作量的方法，也是确保一致风格的方式。